你们看完数字了吗？不进去了。哎哎，出去一下。进来吗？啊，可以了。我先发物料。进。没差。没差，没差。我七十八发物法，奇怪。先回家。请把火锅带上。有大哥打的爱心火锅，哦，那是钱钱做的，原来是钱哥做的，对。哎，我想说怎么会有信飞过来，吓到我了。要感谢我们的钱哥。哎，这个不能吃了，干。妈的，生气他。还有两罐牛奶 ，Go Go Go！ 马粪一牙要吃吗？二牙在吃哦。不可以，反正我没有。成功，二彩，小心。能、no? ？小伟。我以为我这个位置好鸡巴啊，没事没事，我现在看不到。我想说我刚会不会被甩到大跳大跳，精彩啊，是我的那个，他的那个有点那个，他动作有点卡卡的，反应色彩。我是觉得整个地进来地打黑龙的那种。老总每次打这只都是有什么什么。炸掉！不是吧？咆哮！很多的地方，前冲，侧闪小心，转位，没有哎，大便，最终大哥为什么那个飞机甲一直打不到？翻滚，稳喽，侧闪，快进来，哇，这个味道。换血，他回来就跌，他顶起来。就是艾伟，我们一人一个。我刚想要偷吃，好准哦，好包爷。哎哎，加急帮我打、啊，干。有吗？有吗？有。要打哦。刚刚的回六点哦，现在远离哦，要离开哦，因为他可能不会出字。果然没出字，果然没出字，靠北、啊！大兵，啊不对，就中了。我什么什么？大方大方，接大跳。我了。OK。大跳。跳喂，那小心，哪个要往边转呢？哦，换你。哦，别碰了，对，别碰。嗯，另外一边辛苦了，加什么？加力要。OK。等一下，中间出来大跳啊、哦。嗯。Oh fuck。滚完色彩，啊、哦，我这里，然后我又跳起来，哦，哦，哦最终，哎呦，我跟公司阿边，
跳，大跳，卡的，卡一点。哦，快一点！小虫子。哎呀，那个花妈鸡公主。哎呦！哎。哇，加鸡加我出来，跑出来。我的阿迪打。等一下，OK， 走开，没有事哦，集中吗？要集中哦，差不多杀板了，杀板了，哎呦，今天好准时哦，哦。还有人吗？没了，没了。我拉12他应该会转向。好，他那个踩完之后都会转向。差不多咕噜咕噜了吧？看一下。先撤彩，小心有那个、啊，小心撤彩，残留物。到底是不是好想我的小薇、啊、他通常会接小薇啊，特台好几率咕噜咕噜来了，我来了，咕噜咕噜吗？嗯，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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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地上哦。没事，喂，喂，还了！哇，好恐怖，好恐怖！哎，包包，好，来不及可以不用硬跑到六点。要你看一下哦，没有事哦。大跳！没补、啊。好，他等。谢谢。好，差不多沙尘暴了。是沙尘暴。没错。我动作都一样。哎呦！好吧。哎呦！哎呦！在空中啊！哈哈。救我！不安全点！来我这里，安全点。干爆出现！哇哦，没事，没死哎、欸，太神了！我刚刚在边缘，是谁打到我？啊，开奖！谁会好？打宝子超远！点！零，有！等一下，还有机会。可以，今天可以过三把的。攻击火锅还有三分钟。我都没吃火锅，很棒。哇，你刚没有死掉哎，好猛！棒。我刚才有600多万而已。可是大跳要减防御吧？那你刚减伤害吧？你刚踩也没有那个哎。哎，你是虫子吗？是阿伟奶哥跟高准啊。对，我都是你啊，靠阿伟在讲什么？听不到。哦，走吧。哦，阿伟真想讲。你是说点石像吗，李哥？对。好、啊，可以啊，来哥跟我，啊不，伟哥跟我。你第三个，第二个是我，第二个是。哦，好。好了，就进去啊。哇！他决斗的时候我点好기대이상인데좋아야놀아보자
他跳 OK 你们那个小心一点卡住了啊啊啊啊我走了好左下哦不要去左下哦左右边极限哦呦好想翻滚超级极限哎离开离开我到最远的地方狂暴！哇哇！七夕，这都是什么？吸人那个吸进去那个。对，那个叫什么？哪有我来七六咯你们要等吗还是接近等一下吧等一下他那个决斗的球球要不要跳着打决斗的球跳着打打到73、72应该可以吧可以可以等一下他的要这么极限对啊我怕那个七身脚放了哦、再打一下好了我拉了我不能打我一拳就进去了这样哦哦这个手里剑哦干哎呦好我走了半月斩哎、哦欸、你们是不是被堵哎、欸、我还有哎哎哎哎哎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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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等大补补一下小三大机器人好了吗好了可以十连败好、okay、啊他顺走了往那车哦哦哦哦哦花生差不多可以放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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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他这个、哦、很会耶哪一颗这一颗在这里强化哎、欸、加攻击有同志哦有同志好最大好对同志给我吃哦，第一颗爆了，第一遍快了。等一下。哇，好强哦！我去了。干了，可是你好烦啊！啊？没有了。左上哦，左上。好。去左下。左下。左下，路过。他要回去点啊、哦？还是就打？回去。两个的那个能力一样有没有补现在要死了不知道我看好我拉了 OK
好了，等一下我点了，如果有出的话。哦。哎呀，都没暴击。保一下级啊。哎呀，他两个打头。这个快爆了。解决。五八五。哎，他为什么电话可以挂？因为我们分两边打。刚好是分两边打。我刚刚想说，奇怪，为什么这次掉的这么慢？原来是会小心有点方位。分两边打不太好玩，那个。刚刚是因为那个太混乱了。哦。哎，小心有点晕。狂暴，好，直下，哎，哦，哇，出得去吗？应该是小心一点啊，伟哥里，大跳，对啊，没事，我已经上了墙，左上，跳不到我，哇，这个，远离，左上哦，哇，你们直接硬吃毒哦。爆雷，太雷哦！啥了？啊，一拳！我吃到底 buff 了。好的，那等一下我去。58，40嘛。哦。哦。啊！还很近啊。地板。近的近。黑雷。哇，哪个？哦，真的，快点，我刚刚太傻了！因为他有旗帜的鸭子。啊？是他有旗帜。要是三年神童，三年跳舞，40还50啊？最后一跳，小心远离。没跳。四闪开吧！哇，来哥！不要跑！哇，好，最好，不要。40他进下一次了。嗯，啊，要不等一下，啊，你可以拍照。刚刚可乐也在我后面。Sorry。打野。还行。还行。还行。要不我弄。不看我。后面。什么？哎哎，对不起。有点疯。哎，那节奏太快，节奏。太早了，再一次。没事。没有，我有。他那个是持续的。哦 ，Sorry。下个通知哦，后面的。我拉了。哦，对，哪个？一拳哦。我是不是反复了？右下。好呀，是15。接打。有听到吗？右下，等等，看看到。右下。哦，没一般的力量，狂暴了！你们要等一下，现在44发。好。哎，消失。我没有。哪个大跳？我来跳。没问题，来喽，这是你的王牌。大跳。没有。好跳。那是全范围。是啊。我呢？拉起。因为我刚刚有看到那个，看到了，我连后面那个都有，打进去喽。OK， 我没有大波。好。哦。有奇迹。第八。带雷。哇，伟哥厉害。跳大跳，哎呦。三连。嗯，我刚刚想要放弃，我是去救你。干一把是远离，一把的时候你还能补。结束会进去哦，48。有我拉到了。哇！哇！好。痛到的，牺牲不见了。我有办法，等一下高神去吃一下。好。啊！
我去点吗？还是那个？我去点，因为你们两个都底爆。哦，对，给我一个位置。有毒，有毒，有毒！啊，这个有毒，快跑！啊，我看到了。我们打另外一颗吧。不能打另外一颗啊！你打另一颗也没用。啊，我去，我去。你打这个是死定了。那等一下，这阿弟的，他不会再说那个了。这个时间不会。接下来就会说，接下来就会说，两分钟没。那个40%的单挑，如果王没有看你的话，或者是你王的攻击会打不完，所以要小心。可以不要讲话了，可乐。哎呦！讲到里面的算性啊，他没看我。哦。他没看你，这你看你开 P 姐，没看你开 P 姐，又到。一拳，多拳，多拳，多拳，好，下一个吧，最后一个，抱歉，抱歉，没关系，还可以了，不看我，看你们哦，哎呦，我看了看，是，又是一拳，你直接打就好了，外面应该还可以，好，最后一颗你挡不到就好。哇，有没有也可以的呀，我满了。不乐趣可以吗？在哪里？这个就是头发。现在吗？对，一拳哦。好，我放金蛋。我冲帮。右下，你跑得到吗？到了，到了。有点来不及。好了，右下，可乐点右下。右下，算了，没关系了，算下来了，可乐下来，可乐。哦，应该接下来直接跳下来，就是我靠背。那是我乱点，不用点了，下来就对了。等一下，小心啊，有黑圈哦。吓死我了！哦，我呢？黑电哦，解状态，反向的解状态。我刚没有死，所以我底怪还在哦，所以我还是不能点哦。那个是啊，也很 OK 点啊，OK。下一次就是后，还没有一拳超人，怎么那么卡？对，跳的卡哎。我冲不了上级，冲不了上级。等一下，应该是要被打。往前面，往前弄。Sorry， 抱歉，轮不到。三连。超卡的呀，他连站起来跟老头子一样。我不能相机冲，他卡到打跳啊！那个中间，那个我们家怎么讲？一拳哦，没事。地板，OK， 好的。再找两发。海哥先进去，后面，前面是超级。我来了，前面的兄弟，不用了，安全的，可以了，直接我拉三点哦，可是他现在不看我，地板啊，整地板了，地板没有，在这里说那个也太夸张了，那为什么？只是因为刚好大家有站，不然就死了。没有，拜拜。哎，那我拜拜。你是跟谁拜拜啊，大大？哇，你们死了，靠背。没事啊，已经活过来了。那你跟谁拜拜？我在跟他拜拜，结果没有暴击。不是。他那个碰到壁会死吗？不然我
我怎么瞬间不会不是啊，我刚才问我怎么剩下的哦，我还有250亿耶，超烂，都记得怎么打吗？那直接点哦。干戒指欸，干称号，干称号，哇！这不是是几百万吗？哇，几十万，几十万！干是必用啊，加鼠标功的。等一下，我有点卡，我现在等一下 ，DC 有 DC 应该挂了。等一下。喂，有声吗？有啊。喂喂，喂喂，喂，嗨。喂喂喂喂喂喂，你好呀，对呀，我们三个有而已啊，就我们三个。耶呼吉利，问是黑猫那边吧，下面搞错啊，现在才来第四有问题。客服。对对对。喂。喂喂喂，有没有人？有没有？有啊。喂，干，我的家要爆掉了是吗？他那是几成万号哎？干，几百万吗？没有啦，哎、欸，那个是1%还2%的。好像 1.5 的就很贵哦。What the fuck？ 我记得 2R 的很贵哦。高分自用吧，都不自用啊。等一下出来看看，哎、欸，只要分钱可以啊。我是可以分钱。1%的就要300,000喽。我是可以分钱啊，这个没关系。不用看到人，看到的人决定吧。我觉得。不用啊，就不用啊。哎、欸，你可以说一下那个亏抽到什么吗？很好呀，就是这个称号你全角色共用啊，就跟超级歌手一样，对啊，还是有 1.5 什么的，2R是 1.5， 有 1.5， 1.5 还1%我忘，反正 1.5 很贵。我现在那个是抽1%还是会抽到 1.5？ 有机会会抽到 1.5？ 它是固定的，好像是固定的吧？1%是你的刚是什么啊？2R是唤醒旋风，等一下我去查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等一下我的是什么？你咋有买啊？我有买一个1%的啊。哇，300,000欸。Yeah. 我上次看有个交易所是300,000的。哦，那时候28吧，我就把它拉下来了。拉上下来是直接吃吧，这个。那个叫什么？不用分啊，他自己的运气，他自己。你直接吃掉就好了，如果你想吃。直接吃掉就好了。如果我是想，如果你直接1%的话，应该贵很多吧。让自己变强。你要卖掉 1.5% 是可以卖掉，卖掉的话直接可以买一个不完全的币凯，也是可以啊，看你怎么想。币凯贵很多，因为币凯最赚。想说刚才大叫怎么没人理我刚才是哇，干，我看到你，我说哇，怎么平顶吗？好像是好像这个一片一样，一片寂静哎。刚刚声音，刚刚声音有人掉级，我以为你们欺瀑布了，我们怎么没人理我？干打吗？真的，真打？要复习吗？还是要先吃火锅吗？还是我已经吃了。对，攻击蛋糕15啊，那个马分没有用啊，是吗？不能叠啊，我记得不能叠、哦、的。好了，那来吧，没关系，就出发喽。
欸，等一下，那个蓝蛙是看到就打吗？我们这个团看到就打。对，有蓝蛙就是看到就打。抢两条啊！好，来吧。清单还有三十四。哦，原来在这边了，干，反方向。好的。我们火锅会把它盖过去，是不是？不会。不会。把这企业怎么看？我也等企业盖过去。哦。刀锋，刀锋，刀锋。好快。刀锋，刀锋，铁锅好啊。黑蛙在，黑蛙在，黑蛙。哇，我处理他。哇，差点死掉了。黑蛙没。也是我，离开。哎，没有，sorry， 好像没说。可以，还可以。打W sorry， 不好意思。丑蛙。刀锋啊！刀锋还没啊，开场三十秒就。一、二，大跳。太搞笑，想靠腰。可是，这都被他都被刀锋挡住，我看不到、啊。乌特比醒来了，先打蛙。注意一下石像位置哦，差不多。好的。每次一次蓝蛙石像就会换一次。没错。一、二、三。大跳 ，sorry， 太小丝了，看不到。一、二、三，吐了。你要看我的牙跳。心跳球哦。这个走哦，刀锋，刀锋。这里，对对对对对，小心刀锋！哇、哦哦、，nice！ 哎，那个那个，大跳大跳，靠腰啊！哎呀！哦，全力倒，我奶！好，这次一定要打到换血哦，打不到换血我命！蓝蛙，一、二、三。大跳啊！大跳，好的。拿了，好，没关系，没关系。哎呦，没有暴击，好厉害！他动哎，他动，他动是好事情。那我害怕，他想干嘛？比特，比特，蓝蛙，三十秒左右。好的。哎呦，哎，变换到了，变换到了，打掉一下。心跳球，等一下出刀锋。Thank you。心跳球，等一下换血也会刀锋哦。刀锋换血也会。差不多。我这样呢？哎、欸，换血！哇哇哇哇！太远了吧？看到字出吗？小心刀锋哦！这边太那个太恐怖了，我打不完了，还出刀锋，这真鸡皮。对啊，这也要控刀锋来了，GG。超远 ，fuck， 太远了，这个太衰了，没有要没有没有注意到血量啊，我打得完欸，当时打完刀锋中断吗？不会，还是会被冲死，还是会，他那个不冲突，所以他刀锋跟换血不能一起进，对，哎、欸，我是刚刚好，他刚好卡到了，刚好算你们刚刚是先跑还是说刚好打掉再跑来得及？刚
刚没有吹火。对，所以我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先等刀锋吧。我那个僵尸要打掉。那你是刀锋跟他妈远爆，真的没办法。我们应该弯蛇之前等那个刀锋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感觉本来是本来要这样。就死了，太缓了。你们还要再举吗？是不是有人想举？那我也要举吗？直接死。哦，哥，那个刀锋，我刚看的那个。对啊，刀锋是浪费了可乐。可乐推推就不用浪费了。都不要。刚那真无解，没有刚刚没有看到血量。